怎么样才能做到唱所有的歌都好听？我们要找到打开腔体的状态，并且保持住这个状态，让它成为你信手捏来的一个歌唱习惯。就是我一张嘴我就有状态，没有状态的同学，你用思念涂成一抹红，这个声音是瘪的，是大白嗓。而我们一张嘴就有状态的同学，他会习惯于我一吸气，我的气息一吸进去，就捎带脚把我的鼻腔喉咙全部打开。鼻腔和喉咙打开的状态，你会感受到你在吸气的时候有一股气流把我们里面给撑开了，我们可以感受一下。而这个时候里面打开了，然后演唱的时候这个打开的状态别懈怠下来，带着这个状态你去演唱。你用思念涂成一抹红，然后每一次的吸气都去回归这个状态。让我跌进胭脂色的梦，下一句找不着了，错误示范。情有多浓，这就掉下来了，挂上去。心就有多痛，每一次吸气都去找这个状态，并且把它挂住。最怕这样突然的重逢，你听懂了吗？